个拍照的很丑哎、欸。你要相信我的死亡绝招，只有更丑的，没得比这个丑的的。哎，我玩你就不得讲哈、啊！你看，急救来人快，你也是来人报的。那没整乖。真的，真的很冷。早晨的黑，热腾腾的。我哪会走走，暖的不穿。哦，兄弟，晚上你要飞头猪哦，那还不服气？还煮十回，你都煮不完。这个东西那么多大，以后煮三两个都够了，煮那么多。再说你不给你喂了，是不是拉条？刚才我说了嘛。要拉嘛，都是君子的条件那些噻，那我现在啷个来看到这个？啊、你说算了，你是为了老婆婆了吗？这人还是谁的呀？这老婆不老嘛，吃了热量饭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都没弄冷的，够了不？这俩好了喂，你是先弄的？这不贵的嘛，一顿你说两三个啊，吃好撑了。嗯，你不是嘛，又拿点新鲜的嘛，吃了。啊，弄口我们就一条这条。要得。没事，快上来呀、啊！这是给你挖的新鲜的竹笋，然后你说想吃苦竹笋，我们可没挖到几根了嘛。谢谢。哦，看到没嘛？哎，你这个叶子是怎么回事啊？都倒过敏了，是不是有人做过？有，我做的，我躺着睡了一下。你要放心，这点虽然说他没写字，但是他心中有几个字：嚣张专做。我又要照顾你的感受，照顾你的口味，我又不能让你觉得我啥子不懂的安排，那我很难办。火锅、烤肉，你选一个吧。烤肉吧。走吧。好。不要拍了。我自己练一下，我穿出来了。把手拿开嘛。这拍出来很丑哎。你要相信我的死亡绝招，只有更丑的，没得比这个丑的的。好想吃啊。好了好了。两个傻子互相伤害呀，谁怕谁呀？来，送个花花给你，生日谁是你的？这是我女朋友的。谁是你女朋友的？哦，好，我拿走了，还我。你还喂我？算了嘛，你不好意思的，来当着老子。那你喂噻，一样的噻嘿。我伤害有，你顶个啥？哪里去嘛？哪里去嘛？吃烤肉先烤啥子？烤肉呀，当然是。当然先烤嫩鸡噻。嗯。看我多周到。这个肉松说他喜欢吃很久了。他说他们那边烤肉是烤中坨坨，还没带过回去，我先带你吃。要还我哈，请我两条哈。也去还。一号、两号、三号。我以前去的好像没算的。不要算。不要算嘛。不要算。哦，有有有。不要算。辣椒，辣椒，辣椒。灵魂。真的好吃。为啥子你蘸辣椒要蘸三下呢？情定终身那天整错了，那我今天蘸酱的蘸三下。他说。你包里多好吃。感谢你们的饮料，举个杯嘛。来嘛。来。哎好，今天大家都认识了哈。有机会多出来聚一下。我们认识很久，他们今天认识了。今天很遗憾的一个事情要告诉你，你来到我们泸州，我们泸州的一个特色的地方，他不开灯。小郑同学哈，请允许我向你隆重的介绍我们四川特产，泸州特色。你的左下方，飞机吧。那天你有钱了的时候买辆飞机在这里，我帮你开。对面我们的国家大桥。看到没？看到。以后找不到路的时候，你就一路给你放大。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找点到我的那里了，看到没有？说的嘛。台湾人做嘛，泸州大得很。泸州大得很，小郑同学，我们作为地主，你说你想做啥的？那我靠你啊。带路。喂，说的。我靠你啊，跟着你走。我不要问了。差不多走了噻，就。五一那天电话联系哈。好，要得。我东西准备齐全了，到时候。
小江面噻，拜拜，我们确认点，我们先走了，好，好，拜拜。